Hello，Recording a progress.嗨 才三个人吗？我来代课啊，今天。Hello, Jean，很久没看到你啊。你等哈，诶，我们有其实有多少个人啊？小佳，上次你们上课的时候，就你们三个嘛？金希、陈恩啊，心仪。那个恩童啊，恩童有上吗？还是没有，哎，没有听到我声音吗？听到吗？听到是听不到，然后应该只有你们这几个吧，哈，不多、哦，可以，你们的 Google Text 出来。上个星期姐姐是讲到8:4，对啊，有错吗？8:4吧，哈。Kebagusanan peranan pemerintah tempatan dalam menangani cabaran barat. 啊，他们怎样去面对啊？就是有他们的效率啦。这些，我们讲本地的领导人哦，他们的角色，这些角色扮啊，他们的角色，然后怎么样有效的去面对啊这个西方人的这些挑战呢、啊？他这些挑战包括了他占领我们，然后他对我们的这个system pemerintah。我们的法律这些的一些挑战，然后上个礼拜没有讲到这个克马莫兰的格里啊，对不对？这边克马莫兰的格里，然后还有什么啊？马兰巴甘布罗山瓜萨 British，哎，是因为有一些像在酒后的很多呢，酒后有他们的文档读博客来讲，酒后虽然讲我们避免不了他们占领我们，可是我们可以。就是让他们更加的，我们讲，没有那么的快啦，然后去扩散这个他们的势力。OK，是因为像我们像武当当独步过来讲酒后啊，他阻止了这个 British 扩大他们的瓜舍，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州属那边呢。OK，然后还有讲到什么？他们这个 British 酒后的合约，这个合约。这合约有讲到什么东西？有讲到这个布卡勒迪戈琼多尼，他们要接收一个格多本纳西亥，对不对？然后他们要准备一个屋子给他做住宿给他们，对不对？然后他这本纳西亥的工作是什么？他们有莫里巴干本达贝兰的格里，什么布卡勒亚莫里巴干本达贝兰格里，然后。除了一些阿伽玛伊斯兰跟阿德伊斯兰的 orang Melayu，他是不会插手的啦。OK，然后接下来是这个第三的 kemajuan
pendidikan. Okay. Hajar, kan, penyediaan kemudahan pendidikan bukan menjadi keutamaan British. 明白吗? 这个提供，penyediaan就我们叫提供啊。 如果你不懂这个字啊，penyediaan， 我看姐姐哇，她我发现那姐姐她每一个字都给你们翻译啊，好像每一个字哦很多哦。OK， 如果你们不懂的话，我可以给你们翻译的啊，也是。penyediaan就是他那个提供，哎，他没有提供这个教育，哎，给这个本地人。 所以这个教育的方面呢，不是keutamaan British， 就是不是他们所注重的这个，哎，不是注重的一个环节来的。OK， so 他们的东部岸 ，OK， 为什么他们不重 British 呢 ？British 来我们这里呢，主要是为了要们 exploitasi， 要利用我们的资源嘛，哎，要 exploitasi 我们叫利用，对不对啊？利用。 啊，然后利用我们的资源、经济资源，还要吸取这个啊，像我们国家丰富的这些资源，像比基迪马啦、个大啦，所以对他们来讲很有用的 ，life for 他们提供给他们这个啊，他们的他们国家这个工厂的运作，所以这些sumber-sumber都会从我们这边赚钱啊，所以教育对他们讲，我不管，他只是要讲他们想要怎么样去得到钱，得到这个。 提高我们这个经济罢了。 So British kurang memberikan perhatian kepada pendidikan， 所以他们不注那么注重在这个教育上方面。啊，尤其是谁呢？女生。所以以前呢，女生哦，她们可怜的嘞，没有这些教育机会。OK， 因为为什么还讲女生没有给你们教育，给你教育呢？有，有是男生还是有得到一些教育。 哎，佛系古龙安 athlete 啦，啊，要训练成为官员。可是女生完全没有这个机会哦，因为她觉得女生哦，其实没有 tidak di memberi pulangan ekonomi kepada British， 所以是说什么？女生对他们来讲没有这个经济效应，对他来讲，他没有在很大在这个经济上没有很大的帮助。啊，女生哦，以前在古代啦，他们是做什么吧？女生在家里生孩子，是不是？ 结婚生子煮饭养啊，顾孩子，是不是家庭主妇嘛？所以对他们讲，嗯，女生算了啦，啊，这个那个教育啊，算了，浪费时间，不需要给他们。可是 walau bagaimanapun desakan berterusan，所以这个 raja Melayu 啊，我们的王呢，还一直催促啊，透过这个 duba， 有没有人懂什么叫 duba？ 还是有人不知道什么叫杜巴，懂什么叫杜巴吗？Hi, anybody? 杜巴，如果我们翻，我看我找那个翻译啊，有没有这个杜巴这个字啊？我去找一下啊。它是一个名称来的啦，我 not sure 它有没有在这个马来文字里面。Yes， 它没有。OK， 它只是一个，哎，来 ，Jin， 什么是杜巴？ 来，Jin。啊，如果德萨干本老师，他叫催促啊。催促讲是啊，讲，催是哪个催哦？催眠的催啊，应该是 cuy。啊，催促。哎，来 ，Jin， 嗨，哦，你都讲了。 听到啊，我问你啊，哦，你不懂，怎么讲？我笑你字，不懂啊。这啊，杜巴呢，其实它是一个，我们可以讲它算是一个一种会议 ，OK？ 它呢，它是一个 masyarakat antara raja-raja Melayu dan British， 所以当 raja Melayu 他有一些问题啊，或者他们表示不满的话。 他们可以透过这个 duba， 然后表明他们的一些立场 ，OK， 表明立场。所以这个 duba 呢是 Raja Raja Melayu 跟 British 沟通的一个桥梁来的啦。哎，有他们就会在进行这个 mesyuarat，所以我们整个称为它叫 duba。来，所以这个 duba 呢，这个Raja Raja Melayu 透过这个 duba 呢。
他催促这个 British 哦，他讲哎，你应该要注重我们这个阿纳瓦旦，就是我们的哎瓦旦，阿纳瓦旦叫什么话？阿纳瓦旦，就是我们的这个祖国的孩子们啊的教育，哎，瓦旦叫祖国。哎，祖国的啊孩子啦，也就是我们的 rakyat Malaysia，rakyat tempatan 啦，你要注重他们的教育 ，membawa kepada penubuhan sekolah-sekolah di negeri Melayu termasuk sekolah perempuan。所以他的成果是什么？他的成果就是当这些 rakyat 就催促这个 British 啊，透过 Duba， 他讲哎，你们应该要注重我们的这个祖国的孩子们的教育，所以呢，才有很多一些学校啊的那个建立。建立很多些学校，包括了一些sekolah-sekolah perempuan， 女校啦，专门给女生的这学校。Okay， 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证明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本名病，他们的 peranan， 哎 ，peranan 就在于在这个我们发展教育的这一方面，他的角色。所以他们扮演非常角色来争取啊这个教育。人民的教育，尤其是这些女生们哦。OK， 所以你来看下面的，他讲什么？你看啊，这些有什么？这个是哦，当时在1896年啊，在 Barra 啊 ，Selang 这些，这是他学校啦啊 ，Barra。可是这个数据哦是什么？你看到吗 ？Statistics Sekolah Perempuan 啊，女生的学校。啊，是多么的厉害啦！是当时很多一下咯。一下子啊，我给我 scan 一个东西一下啊，因为我要开一个 file 出来，我是开不到的。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 WhatsApp。另一个 device。哎，明白吗？这本地的啊。啊，另一个 device。Yes， 开不到。Okay， 接下来是这个 Penubuhan Regiment Askar Melayu Regiment 嘛 ，Regiment 我们叫军队，哎，军队，我找一下，哎，我要找正确的话语给你们，怕我呢，也是叫军团呐、啊，也叫军队啦、啊，哎，军团，为什么我拎这个不到？OK， 所以我看啊，这个 Askar Melayu Diraja， OK， 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哦，我们有军队吗？我们本地人的军队没有，是不是啊？所以这个 Regiment Askar Melayu di Dubo hasil inisiatif yang tuan besar negeri Sembilan Tuanku Muhammad ibni yang tuan anta Sultan Perak, Sultan Alang Iskandar undang dua rembau。Dato Abdullah Dahan， 还有 Raja di Hilir Perak， Raja Chulan Ibni Sultan Abdullah。 OK， 这几个人，这有多个人？有 Yang， 我还来不到啦啊，喂 ，Yang Tuan Besar Negeri Sembilan， 跟 Sultan Perak， 还有 Undang Ruak Rembau， 还有 Raja di Hilir。他的名字是这几个啦，哎，他的名字是这个，然后这个阿拉伊斯干达，然后还有这个文章人报这个，还有这个拉杰楚兰，哎，所以这些人呢，就是他们的我们讲 initiative 啦，他们很主动的 ，OK， 想要去成立这个军团，或者是我们本地人的军团，我们殖民的军团。所以拉加拉加马来又当本巴萨马来又呢，一样，他们门德萨，马来利率独霸咯。你看他们有没有发现到吗？所以当拉加拉加马来又他们有任何的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他们想要做东西呢，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利了嘛，在这个 system 本巴林达汉里面，在这个管制的时候，所以他们有要想要做一样事情，说想给一些意见的话，他们就会透过这个 Duba 啊，这个啊 Duba， 然后来表达他们的建议啦。所以他们要建议说，我们要成立
sebagai rezimen askar Melayu diraja. So right, dan majlis perundangan persekutuan tentang keperluan pasukan bersenjata yang dianggotai oleh anak watan bagi memelihara. So memelihara mah, memelihara kita macam weihu. Ah, weihu, kita punya negara ini kedaulatan. Kedaulatan kita macam kedaulatan. Ah, dan keselamatan negara. Okay, so kita perlu ada ini. Ini askar Melayu, dia adalah pasukan bersenjata mah. Ah, ini武装军队呀 ，OK， 来维护我们国家的道德，必须要有我们自己的人呐。 OK， so 这个时候呢，在1933年的时候，啊 ，Company Percubaan Company， 我们叫实习啊，让我找一下啊，嗯 ，Company 呢，我们也叫军事。 什么是 company percubaan？ 也就是他们是那种实习的这个军师呢，例如就 Partisan 那个历史名单，所以他们在 Partisan 那边有这个 company percubaan。给，因为他们不可以讲哦，我找金啊，找西啊，找那给你们来全部跟我一起做，成为兵士，穿个军服，你们就是军人，不是吗？所以他们被必须要派去这个 Partisan 那边。 他们去实习，啊，就是讲去 training 啊，怎么用枪啊这些东西。OK， 那在 negeri Sembilan， dan yang kemudiannya menjadi Regiment Askar Melayu pada tahun 1935年。OK， 所以大概多年两年的时间了哈，所以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军团 Askar Melayu 的军团。OK， 所以 penubuhan pasukan ini menjadi asas penubuhan pasukan tentera di negara kita yang kemudiannya dianugerahkan gelaran diraja menjadi Regimen Askar Melayu Diraja. Karena, kita从后面啊，它本来是 Regimen Askar Melayu mah，过后我们有我们册封他们有一个称号叫 Diraja，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兵士啊，马来西亚的兵士啊，我们称它叫什么 Regimen Askar Melayu Diraja，RAMD。 OK， 然后在马来西亚，我们这些军团啊，军人啊，他其实属于谁的管辖来的？谁人有权利在这个军事上方面，在马来西亚？啊，谁人知道？谁有这个权利啊？在这个军事上，所以我们就说这些兵人啊，这些兵士啊，是属于谁的？ 管制下方面，管制范围，知道吧？可是，如果我们讲马来西亚啦，是杨迪伯端阿公，你可以比如说他讲个底拉加嘛，啊，说不是讲哦，不是讲是那个你的不达门区啊，首相啊，不是，所以有像我们要出兵啊。 有什么事情啊？他首相要得到这个阿公的允许，我们才可以动用我们的军事，就是这样子。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啦。MD，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当时他的这个 Regiment Askar Melayu 的 logo， 是不是像丑了？<笑>这两个是老虎，你发现我们国家的徽章啊？哎，我们的 Jatan Negara 啊，也是有两只老虎哦，是不是？两只老虎，然后。 一些我看不懂的字啊，这三角V。OK， 然后还讲什么？你看啊 ，logo pasukan Regiment Askar Melayu pertama dengan motor 啊，它的 motor，ni motor 叫什么？motor 不是那个 motosika 哈。OK， 我找一些翻译字给你们啊 ，motor。 就是我们的，哎，它叫什么啊？什么什么眼啊？就好像我们的，我们做我们开公司，我们的米西这样，给我们的，摩托，我找一下那个摩托啊，它的我不会读啊，你们去找一找那个字一下，然后告诉我怎么读，可以吗？我知道我的华语是不是很好啦啊。
motor ya. 能找到那个 maksud 吗? 谷歌 translate 给我那个字下去。 motor 来来来快点 谁可以告诉我一下 我们互相学习嘛 这个字 MOTO 有吗 OK 去英去华语 Chinese Direct language 是什么类 不是摩托，你有没有那个 apps 啊？那个 translate 的 apps 啊？它因为 Google 啊，它是 direct translate 那个意思，很好笑的。OK，摩托，这个等下我找一下，还给你啦。我有看，我找到啦。它是这样子的，你会读吗？这个字啊，这样子，它的字是这样子写的，一个简字，这个是简哈。 读真啊，真言 ，OK， 谢谢你。OK， 也就是说你的一个 principle 吧。OK， 如果你成为一个军事，你的魔多就是必须要打死掉，你要忠心，打死掉什么？忠心对这个国家，所以它们蓝邦干象征。 给我们蓝邦干，我们叫象征啊，是真言啊 OK， 我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字啊。啊，有哎，谢谢你啊。很好 ，very good， 给我撤掉这个先。OK， 然后他讲。 他这个什么真言呢？打死掉的，根据这个打死掉的真言，然后象征他们 keberanian 是什么？勇敢啊！他们的勇敢去捍卫我们不打汉干 ketaatsetiaan kepada raja ketaatsetiaan 是忠心。 最需忠心呢，王跟国家。OK， 勇敢的去捍卫他们的忠心，赋予他们的国家跟他们的王啊。然后除了这些呢，还有 menegakkan kesucian agama Islam。OK， 就是说他们要维这个 menegakkan， 我们也可以讲它算是。 很奇怪，门德嘎，如果我们打的翻译哦，门德嘎它原本是要德嘎嘛，哎，门德嘎，刚我们讲它要也可以讲维护啦，哎，维护这个 Islam 的这个苏吉安，就是它的纯洁啦，哎，它的神圣，哎，我讲它的神圣。 Sujian agama Islam 还有呢有三个，第二个是 menegakkan kesucian agama Islam 还有 mempertahan kedaulatan negara daripada ancaman musuh 啊为什么我们讲 kedaulatan 跟 ancaman musuh 有关联呢
科都要，但是自主权嘛，我们讲啊，事实上我还有讲到自主权嘛，所以我们要捍卫我们的自主权，不受到敌人的威胁。也就是说，你看啊，当我们国家被人家占领的时候啊，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科导弹这个自主权，我们就没有办法有这个我们讲自主的这个权利了。我们必须要听别人的这个指示，在这个经济上也好，管制上也好，所以我们失去了这个自主权。哎，说这个Resident Askamayu 他的工作就是这三个。哎，mempertahankan keadaan, menegakkan kesucian,还有mempertahankan kedaulatan negara。Okay, 这是他的 logo 啦啊。好，接下来这边。Pegawai Takbil Melayu。Okay, 就是马来人的这些官员，执政官员，大没有我们叫执政嘛， okay, 我们叫 PTM 啊，它的 short form 啊，这边也讲到啊 PTM， 所以这些 pegawai pegawai 啊，都是当时啊 kemunculan generasi pendatang Melayu pada mula 1910年，所以当时从1910年就很多这些 pegawai pegawai 大没有这些马来人的官员出现啦。Okay, apabila skim perkhidmatan takbil Melayu ditubuhkan untuk melatih orang Melayu menceburi diri dalam pentadbiran negeri. 所以以前人哦，马来人不是很那些马来人啊，我们讲本地人啊，他们都是他们对于这些政治或者是在pentadbiran里面哦，他们没有那么的这个在乎。OK， 他们因为以前哦，他们只是做像农夫啊、渔夫啊，过自己生活嘛。然后只是有一些本巴萨出现，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有这个 scheme perkhidmatan takbil Melayu， 是一个 program 来的啦，哎，来去训练本地人，就尤其这些马来人啊，成为这些pegawai takbil Melayu， 变成这个本地官员，要训练他们成为本地官员啦。Melati mencuburi diri。Mencuburi， 你懂什么意思吗 ？Mencuburi， 华语。OK，Mencuburi， 我们讲是投身呐、啊。哎、okay, ，投身在这个本达标人里面。OK， 本达标人我们也叫行政呐、啊，行政工作，所以这是。马来人行政官员 pegawai takbil， 哎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解释啦，他的 definisi 啦。Penubuhan PTM merupakan hak kepada raja-raja Melayu bagi kepentingan anak-anak mereka. Betul tak? Jadi, kita membentuk PTM, sebenarnya ini adalah hak kepada raja-raja bagi kepentingan. Jadi, ini adalah hak kepada raja-raja bagi kepentingan orang Melayu. Okay, dia kata, kalau sepanjang masa, para pejabat ini adalah British. Dia kata, tidak ada cara. Kita harusnya训练我们的本地人，可以在一些行政工作上面，对，不然的话，我们永远都是会被这个 British 占领着。而我们本地人是很落后，什么东西我们都听从 British 官员，听从 British 官员。所以呢，我们要维护我们的本地人，就是我们的子民的这个 hub 呢，我们要成立这个 PTM 来训练我们本地人成为这个行政官员。So British sedar bahawa mereka perlu mendapat kerjasama elit Melayu， 对不对？所以这个 British 呢，他们也这个我们讲警觉啦，哎，他们很警觉说，哎，他们也知道说，他们必须要得到这些马来人精英，哎，精。精两是不要精啊。
这些精英们啊。所以 elite 就是很厉害的人呐、啊，哎，古罗 elite， 所以他们讲，哎，我们也是要得到一些本地人精英的这个合作，哎，为什么呢？来要巩固，哎，就是要稳固他们的地位。所以利用这些 athlete 马来语来去维持巩固他们的地位在马来在马来语里面。所以pelantikan athlete 马来语 dalam pentadbiran British akan memberi peluang kepada mereka untuk menyesuaikan diri dengan kehendak British. 其实说什么呢？你训练这些人呢、啊？你训练出来的都是他们是比较听从，我们讲啦，看以后关以后比较听从这个 British 的，所以他们会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啊，哎，当他们 training 之后，他们要成为这个 pegawai 嘛，成为这个行政官员嘛，所以哦，他们给他们这个机会来去适应自己，来适应自己啊，在这个 British 的需求。Okay, 好不容易讲，哎 ，British 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British 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你去 training， 你出来做个官员，你就知道哦 ，British 要这样子做 ，British 要需要什么东西。哎 ，memberi peluang kepada mereka untuk menyesuaikan diri kepada kehendak British. So pada dasarnya, pegawai-pegawai Melayu boleh dinaik pangkat. Ah, dinaik pangkat 是什么？升职啊。Okay, 升职，还有 dipindah ke。Perkhidmatan Awam Tanah Melayu PTAM dan menduduki jawatan-jawatan yang tinggi. Walaupun begitu, PTAM tetap dianggap sebagai eksklusif. Eksklusif apa maksudnya? Eksklusif itu khusus, 独有的。独有的，dengan prestige yang tinggi dalam kalangan masyarakat Melayu。而且，如果你做这个，你成为这个 PTM 哦，你在这个马来社会里面哦，你是有得到这个 prestige yang tinggi。OK，prestige 是啊，你这个像名声呐、啊，声望，我们讲名声很高的。名声很高的，在这个社会里面，马来社会里面，你的名声很高。因为它是很独有的嘛。OK， 来，我们先看第六个，我讲完，因为是剩下一点点吧，这些啊。然后接下来就是 mempertahankan institusi belajar， 给他讲说 dalam menangani cabaran barat， 啊 ，raja-raja Melayu membukti kebolehan。berdiplomasi， 哎，apa maksud diplomasi？ 这个字我相信大家很懂，应该知道了。从 form one 啊 ，form two 啊，我们就常读到这一个字的。啊，陈，我是闽南人，哎，不是啊 ，berdiplomasi。啊，这个闽南人应该懂了哈，处理啦。我们在噶兰安有读到很多这种字啊，闽南人什么玛莎拉，闽南人玛莎拉，查巴兰 ，OK， so。Diplomasi 呢 ，raja-raja membuktikan tamen de kebolehan chi berdiplomasi。陈，什么意思 ？diplomasi？ diplomasi 我们可以讲是啊。去 ，diplomacy 呢？我们讲就是他建立处理他们的外交关系啦。diplomacy 是外交嘛 ？OK， 所、so, 以他们讲他们建立，哎，我写在哪里啊？没错，那个字啊，建立外交关系，哎，他们的这个能力啦 ，sehingga institusi raja dapat dikekalkan dan berjaya dipertahankan。dikekalkan 是什么？维持。被维持，哎，所以你看啊，虽然讲，你看很多国家，他们被占领之后，他们的王室啊都被会迁灭掉，是不是？
唯有我们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王室还被保留哦，然后还是得到这个他的地位还受到保留。虽然讲他的权力被削薄了，可是他们的地位还是受到尊重的，是不是在马来西亚？Okay, so 这个是证明了当时这些 Raja 啦，他们的这个能力去建立这个外交关系，怎样去跟这个 British 呢我们讲进行一些 perjanjian 来去维护他们的这个 kedudukan。So belasan kuasa British negeri-negeri Melayu tidak menghapuskan kedudukan Raja-Raja Melayu, 就是他没有消灭。他没有消灭掉这个王室的地位，反而呢 British hanya dapat mengambil alih pemerintahan pada peringkat pembesar negeri. 你没有发现到 British 来的时候呢，他不是王，他不是讲哦，我来这里啊，我占领你们了，哦，你们全部要叫我是 King， 我是这边的王了，不是。可是 British 来了之后啊，他只是 mengambil alih， mengambil alih 我们讲他是取代了，他取代了谁呢？这个本巴萨的地位，只是取代了这个本巴萨的这个管制 的这个权利啦，对不对？因为他有的像成为本纳西哈巴嘛，有的成为这个resident 罢了嘛，是不是？所以他们没有真正的成为这边的这个王，他没有叫他自己是王。对不对？他也是叫他什么 Cabano 啦，或者是 Basura Jagi Dingi British 啊。如果我们都丰富丰富的时候，说他们只是取代了 Bumbasa 的这个 pemerintahan， 然后 Peranan Bumbasa negeri diganti oleh pegawai British， 是不是？你看啊，diganti被更换，我们当地的这个 Bumbasa， 没有这个任务了。所有的当地的本巴萨由本加外 British 执政了，去处理了。然后 jabatan-jabatan dan sistem bercorak barat digunakan bagi mengganti peranan pembesar tempatan。 然后 British 来占领我们说，他就设立很多一些部门呐、jabatan-jabatan， 一些部门，你像那个 jabatan tanah、jabatan hutan， 是不是？如果你要开发土地的话，你要得到这 jabatan 的这个允许，你要去收集森林的资源，你要得到 jabatan hutan 的允许，然后给主盖啊。所以这些 jabatan 呢，然后还有一些西方的这个系统啊，取代了当时的这个本巴萨的角色。So, walaupun nasihat British mesti diterima dan Raja tidak lagi boleh membuat undang-undang seperti sebelumnya. Okay, 虽然讲British 来他取得了这个pegawai的地位，然后这个nasihat啊，他 British 的这些我们讲他需要讲是nasihat啦啊，他给的意见啊、建议啊，王呢必须要接受，可是。然后这个他必须要接受之外，然后现在的王他们不可以有这个权利去membuat他们的undang-undang，没有办法去立法了。不像以前这样，他们可以自己去立法，他们是王嘛，他们要讲什么就做什么嘛，现在没有了。OK， 所以他们我们是用什么法律？我们用 undang-undang barat， 我们用西方的法律。Okay， namun semua undang-undang yang dilaksanakan mesti memperoleh tanda tangan dan cap mohon sultan 啊，可是它有一个 special 地方，就是说 ，OK， 刚我讲到嘛，我们的 Raja 必须要接受British 的纳西汉，我们又没有这个权利去立法，是不是？等一下我再讲，因为我发现到这边剩下一分钟吧，来，我们重新抓回来，我们再继续啊，快的。